怎么可能给放动画片吗？我们是在工作啊，咋可能会给小朋友放动画片看啊？怎么可能啊？小朋友的精力是非常非常旺盛的，但是他在拍戏的时候他就不旺盛。鹏鹏喜欢男宝还是女宝？我都喜欢。嗯，给个棒棒糖的安静一会儿。那剧里面怎么可能让他吃棒棒糖嘛？我男生女生都挺喜欢的。女儿呢，安检提前体验一下就好。妈妈就是这样过来的，所以说妈妈很伟大。提前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，跟他讲道理会懂的。那你如果跟3岁小朋友讲道理，他会懂吗？你跟6岁小朋友讲道理，他可能会懂。你跟3岁的小朋友讲道理，他会懂吗？对啊，我们拍摄的小朋友3岁，3岁也懂。你知道拍摄其实是对小朋友要求很高的，真的，就你让他去做动作、做反应、做表情，他可能连咿呀学语都可能才刚会，你更别说要做这些事情，所以就真的还挺，这次几个娃，这次反正挺多个娃吧。我儿子小时候也，你刚才说我竟然是叔叔，人家叫我哥哥，好吧？谢谢谢谢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家人。鹏哥喜欢小孩吗？我挺喜欢的。六宝都是你哥，你怎么聊着聊着聊回来了？我记着呢，我记仇，家人。女的长得太爹系，长得太爹系，我长得爹系吗？还行吧。嗯，看出来你很恐怖罢了，我真的还好。嗯，总觉得就是光怪怪的，但是我又说不出来他哪儿怪。还没放饭，对啊，放饭我早吃播了。新剧我看很好，什么时候开始？等你放饭的时候看吃播呢？没有放饭呀，怎么办呀，家人？我们饭没有来呀。他们三个人走了。那不是我一个人没吃，是大家都没吃。我还好，我还能坐在这儿休息。那可能其他人还在拍，长休息估计很难。我第四个。就这叫外卖叫不到，这个地方叫不到外卖。这个地方叫不到外卖。哎，不用，千万不用帮我订饭。哥最近直播我瘦了好多，你吃我就不吃。我还有这能耐，我还有这能耐。一点了，吃饭是吧？这很正常，剧组不准点吃饭，这是一个太平常、多见的事情。什么地方叫不到？你不会想问我在什么地方吧？啊，确实我在郊区这些地方不太好叫。基本都在西安拍嘛，我偶尔会去外地拍，大多时间不在西安。直播也很累人，其实还好哈。我跟大家聊天有时候特别开心，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也挺知足的。放心大胆说出来，在上海我也在吓你。我知道啊，我在这地方就已经出了西安的郊区了，三环以外了，就确实不好叫外卖。你在想现在发展那么好，什么地方叫不到？真的有叫不到的地方。我们经常拍摄的地方都叫不到外卖，因为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市区的地方是有限的，但是我们需要拍摄的场景是多变化的，所以像这些同时能满足多变化的场景，一定是在郊区。嗯，刚才看你的短剧了，谢谢。鹏鹏不是也喜欢吃面食？对，我喜欢吃面食。现在的搭档是谁？现在搭档是郭靖。
下班去了，嗯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喵。哎，今天给我说啊 ，Michelle， 哎咋 ，Stephen， 走。饭都点好了，都走了。不过天冷，哎，不过就是最近有一个比较好的，就是天气没有前一段时间我拍的那么冷。前一段时间我拍的时候，每一天都是零下。我穿两层保暖裤都很冷，就是那种冷。我上班的地方，对，老白是看明眼了吗？没有，这是灯光问题。今天的灯特别白。关注的美女好多。回来说一声，上班了。关注，你看我关注呢。去吧去吧。对了哥，我看大佬有个镜头，我想问你什么镜头？明天女神节，祝大家女神节快乐。谢谢，这个是黄气泡音，没有没有。就是我说话就去忙了，嗯，去吧，没吃饭要好好吃饭啊。他休息不拍摄，问我什么问题？就你穿睡衣里面有秋衣，腿还是光的，你是把裤腿挽了？有的时候可能会把裤子直接就脱掉了，有的时候可能是挽着的吧。自己都不记得了，就拍太多了，真的拍太多了，所以自己可能就记得不是很清楚。前几次直播受伤那个剧播了吗？那个受伤的剧都已经播过了，受伤那部剧就是《小米鼠为何那样》。突然离得好近啊，是我有点累，我想拿我的下巴壳垫一会儿。你跟我说说你那个掌中，你叫啥名字？哎呦，你一时间把我给问住了。嗯，叫什么我也忘了，我得查一查才能告诉你。你跟你家老于说话声音挺。朋友，中午好，中午好。最近是没有新剧吗？有啊，我家老公是大佬啊。拍戏很幸运，年份没有没等。像男友视角还可以吧？我说你别问我为什么，我实在是一睡不好，我就什么都记不住，真的。电工是啥剧？电工就是我家老公是大佬。你已经有初老的症状，怎么可能？我是没睡好，家人，你让我睡十个小时，我照样能记住。别闹了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没点关注可以点关注啊。总裁晚上开会。所以把我眼尾了，我眼尾一向都是这样。他们说什么渣男，所以眼尾就是、这个。我眼尾一向都是这样。嘴唇有点干。嗯，双眼皮导致，大部分脑细胞去记台词。对，我把大部分脑细胞都用去记台词了，所以就有些事情记不住了。换口呀！那你不换？赶紧追女主去，女主还在拍吧这会儿。打开抖音就见总裁了。最近一直困得不行，他们说春困秋乏。我不是春困秋乏，我是真的只睡了三个小时啊。给其中一个遮一下，他兄弟没事。我喜欢这个，看你的视频，嗯，谢谢支持。你要看啥？我是因为昨天收租晚只睡了。你是说啥的？三个小时。我是美女。哦，行。靠自己，我跟他好好的学习，后场。
到哪一场吗？你们说睡觉的那一场吗？这部剧要拍多久？这部剧拍八天。昨晚有大夜戏，对，昨天给大家拍一个泡温泉的戏，所以大家都说新剧播的时候一定会看见。这剧呢，我也是比较推荐，因为他解锁了一个新发型。昨晚的你是怎么？是之前拍戏受的伤，掉不了了。我刚喝了一杯咖啡提神，我都喝了两杯了，没有用的。就是你严重睡眠不足的，你喝啥都没有用。泡温泉你失身了没？哎，那就去里面看吧。那我就不能告诉你喽。那要直播啊，要不然今天就没时间直播了。到时候大家可能又见不到，可能会说，哎，你也不更新，你也不直播，所以我就说来直播一会儿。睡的话也没有地方让我睡觉，温泉。自己想一想，自己给自己吧，瞬间就。你可真会聊天了，来，让我给你一下。弄辆房车休息休息。不是每一个演员都有房车的，你要不然给我买一辆房车吧。必须录八块，那就剧里看吧。不是每一个演员都有房车的，家人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冷？给你买辆电子房车。电子房车什么意思？电车吗？你咋了？你不知道？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剧名。他睡着了还是？你叫谁？躺在那沙发那儿。我在楼下等你们。我一挥手就有几个亿。我知道你很想吃。但是你自从不问自取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这水杯好忙，那不是我的水杯，那是我一个停靠的休息点儿。啥都不看，就等着夏天上课一门。熬成这样，连上课一门，对啊，要练，你不练怎么办呀？快递什么什么法要你送上门的吗？快递我给他讲。我跟谁讲？真的无语了。嗯。其实有的时候，哎，谢谢苏苏的小熊猫猫。哎，其实你同事说一头栽在这儿出不来，你同事是哪一位啊？让我看看他为什么这么有眼光。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看不出来我自己状态不好，但是你们可能觉得，哎，你看起来好困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们说的真的不太对，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状态挺好的，也不困。但你们说，哎呀，你眼睛好红啊。有的时候是真的，你们能看出来，我自己看不出来。但是有的时候是我真的挺好的，哎，你们会说，哎，感觉你困得累累的，状态很不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难道你演的是秦王爷？对啊，我演的秦王爷，怎么了？还是按照先把我的这个拍完，然后再给你说。谢谢二片的璀璨舞台。你怎么知道我演秦王爷啊？我应该是给谁打电话？给这个。女主一开始是啥子吗？那也不行。然后他酒放在酒店前台呢，状态不好就想我。咱们那有前台吗？哪个酒店前台？咱们你还挺会聊天的。我看昨天晚上回去那么晚，前台都有人啊？哪里有前台？啊？进去那个楼下啊？我是每天着急冲回去，根本就没看着。我昨天晚上看了，那么晚回去，居然还有人。哦，那我们这属于夫唱。副唱副唱快鞋了，对，我演的就是秦王爷。两个娃，对啊。哎，还有，你俩这德比啊！不是，不是弄完了吗？咋还又长？又一批？我操！原来是这样啊！那我聊干了啊！对对。快吃嘴，马上要开始睡觉了。或者你趴在这里睡觉也行，千万不要小点声。那个他想把脱下来那个衣服，我去看。他这个衣服穿在这儿。留着，我先留着。我等会儿去把他的看一下。这咋了？这些快递嘛，一个人也不接电话。
我睡不着啊，我跟你们聊天我还能坚持着不睡，我要在那一睡一会儿脸就肿了。谢谢嘟嘟送的永生花，就是我跟你们聊天我还能不睡，我要一睡我就没精神了，我要一睡我就得睡好久，然后只睡那五十分钟我就特别没精神，你知道吧？你就能不能 get 我说那个点，就是你明，就是你明知道你只能睡几十分钟的时候，那还不如不睡，对吧？如果你啊，真的吗？如果你知道你能睡三四个小时呢，肯定就去睡了。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和不敢不敢不敢，真的不敢，真的不敢。对，要么啊，你们的文化水平真的都好高啊，就一句话把我说了五句话就总结了，要么睡饱要么不睡，是我自己有哆嗦症是吧？对，睡不醒很难受，而且睡不醒起来你主要是你还得去拍东西，这就很恐怖。你小宝拍版本还娶新同学，我也要娶新同学啊，那就看谁娶的血多了。啊，那我俩就是高度重合了呗。那我等会去把它看看吧。韩星、宋智孝都是见缝插针的睡，录节目也是。真的假的？但是我睡起来很难受啊，而且我会肿啊。对。稍微眯一下。今天戏多，我们今天戏也还可以吧，比昨天要少点。昨天我从第一场戏没有我到第二场开始，一直拍到昨天晚上的最后一场，没有一场休息，我都不敢相信这是女频。我从昨天早上的第二场，就是第二场有我，到一直拍到结束最后一场，没有一场没有我。都是钢铁人，对，成年人要学会闭目养神，我挺会闭目养神的。滚的看着都快碎了，你知道你每天坐在化妆间的时候，你就会先说一句话，我为什么要干这份工作，就跟你们坐到办公室可能啊，我为什么要干这份工作是一个概念，大家都一样，真的，大家都一样。空调没反应，能不能吹点热风？是不是会传染？哎，可千万不要胡说啊！什么熬着熬着就变成脱头小宝贝？我不会的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鱼龙拍的时候，那如果这么高度重合的话，鱼龙好像拍这个时候也天天熬。就你知道有小朋友的剧啊，我讲真的拍得很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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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看我这个表演你就知道它有多慢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嗯，感谢感谢。对，秦野，双胞胎孩子。嗯。你要做发量纹，对。外加哥哥的孩子，对，对，对。郭老师在哼歌，对啊，郭老师是一个职业歌手，他之前就唱过《心墙》，就是那个“你的心有一道墙”，就是那首歌，什么把我这么困在什么什么地方？那水杯不是我的。那是郭老师的，江志远和秦瑶好看，谢谢。他演的有穿 Hello Kitty， 你有吗？我没有穿。
太帅了，又像王爷又像书童。你还挺会聊天的，我谢谢你。81:1你再这样真郭靖找你维权了。我就喜欢他，不能唱他的歌吗？就是不像王晨鹏是吧？哎，郭靖老师是大美女哦。对啊，谢谢。郭靖老师是大大美女。嗯，郭靖老师很美的，嗯，是。唱一首歌，好久都没听了。就我现在这情况，我就别唱了啊，唱不动。这次感觉女主的性格特别好，对啊，嗯，郭老师这个不仅长得好，别夸了。戏好，性格也好。我还把我唱着唱着就把我唱睡着了。你还有精神吗？今儿早，我是小。